想整台列车给各位调度看看，一路看，没有是因为可乐才有这个活动哦。啊，哦，我们不会把这种的哈，哎，台北市跟我们协调了很久哈，他们才会我们推动这样哦。好的，来看看，现在来，我们去看看，但是不要穿过那个什么，不要踩到那个碎石坡，不要过，不能到碎，哎，好，你看。不然过去变成头在那边啊，很奇怪啊，一定还要再钓一次啊，对啊，一定还要再钓一次。工程材料的堆置厂，就是被在这个旁边。好，然后上面有在做施工的，旁边还有叫那个五个主管，
Thank you.